今天给大家拍个开箱啊，看到没？就这么个东西，就这么小，你买不到。为啥呀？全网禁售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当时它生产出来了，本来就是要大范围卖，估计很多人会买。嗯。但是突然就是禁售了，就是你不让你卖这东西。有钱还买不到。哎，但是呢，策略一点就能买到啊，这个得讲究策略的。你这个东西说白了，现在你啥买不到啊？是吧？不是说这东西你不让卖就买不到的，不是说你有些东西你禁就禁掉的。但是，咱们买到了，我可以送你一个啊。啥呀？还买了好几个呢。准备好啊、哦！哎，上眼看看。啊，这不是钥匙扣吗？哦，这不是那什么吗？哎，什么？鸭子。什么鸭呀？哎，可是它为什么有老鼠的耳朵呀？你想想为什么？嗯？不知道。是吧？你们知不知道啊？啊，就这么简单的东西，妈，这做的确实是挺粗糙的啊。哎啊、哦，后面有个膜。那个膜。啊，这个就是个亚克力，其实。哦，这样就挺好看了哈。嗯，都一样的吗？一样的，但是确实是质量挺一般的，但是却不让卖啊，这叫什么鼠头鸭？是，我前两天不做一个小视频呢，嗯，哎，还配了乐的，这个呢就叫鼠头鸭，有印象吗？哦，就是那个食堂撕出来那个鼠头是吧？对对对，后来有什么他们那个领导说是经检查确定是鸭头，鸭头啊，最后呢？这个是因为视频出来了吧？哦、啊，最后还是鼠头，挺尴尬的，你知道吧？怪不得。嗯，但就这么个东西。但是还挺好看的，怎么看？嗯、是挺好看，但这么个东西啊，我说买一个纪念一下吧哈，结果竟然说下架了，就是听说之前有人做出这个钥匙链了，后来全网禁售。它还有尾巴？废话，当然有了。啊，鼠头鼠尾是吧？啊、哦，对呀。都猥琐呀。啊、鸭嘴巴。是的，有的时候想想，就是为什么这么个东西还至于禁售嘛，是吧？你说你有的这就像历史一样，是吧？你说，哎呀，从五八到六一啊，从六六到七六啊，这些年的历史，你是没办法把它这个抹灭的，是吧？无论你再怎么粉饰，它发生的事情呢，就是发生了，只能说我们知耻而后勇，警钟长鸣，你这样才可以。不是说你就连个钥匙链儿啊，你说都控制的这么严格，就能把这个事儿让大家忘记了？这个忘不记啊，这个都是茶余饭后一些谈资啊，想想都是挺可笑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这么可笑的事情，确实在这个文明的世界里发生了啊，只能说是你怎么避免这种事情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哎，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啊，指鹿为马是吧？嗯，这个指鼠。威压这种事情的发生啊，而不是说啊，我感觉这东西挺好的啊，本身它也是一个反面教材，而不是说这东西竟然还能禁售啊。在外边的视频你们能不能看到？但是我感觉这东西我应该能买到，买不了我也能做出来这东西。那你看啥？这东西就是个图片照片，直接附在这亚克力上了，亚克力上一漆，它就做的很简单，嗯，感觉好像没有之前他们做那个好看，你知道吗？我怀疑它都是现做的，按照订单来的。这样，嗯，因为他也怕卖不出去。但之前禁售那批不知道啥样了，应该不是这样的。这个做的挺粗糙的、嗯，一直想买啊，留个纪念。我感觉卖这个可以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就是看到这个就会让他感觉这是自己的一个错误，要去改正它，有一个警惕的意思。你想多了，我刚才告诉你了，全网禁售，不服你先拿手机你，你不信你搜一下。你就买不到，全网你买不到，不可能，你能买到我还买不到。嘿，你试试，我看看啊，我就不信了。嗯，对你搜，哎，没有，一个都没有，看他们、啊、非常抱歉。按道理说你其他能找到，就是给你，这都是敏感词，我告诉你。哦，嗯，所以我们这个视频这期能不能发出去都不知道。那我搜老鼠头，要是没有、嗯、那也没有。哎呀。来吧！啊，我收鼠头钥匙链出来的是个啥东西？骷髅头。嗯，这是个骷髅头。哎，看看，这回知道怎么搜了吧？看到了没？哦、看到了没？哎，看到没？哎。哦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我买就是他家的。哦。买过的，看到没？哎。藏都藏不住的。哈哈哈。实物图你得。联系客服。哎。知道吧？他这个东西自己换一样、嗯，
是吧？你那啥你都进了多少年都进不了，何况是个钥匙链呢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、这东西拿出去不犯法吧？不犯法，不是，这要是犯法我也咱们也认了啊。哎，感觉挺可爱的，算上算上算上，它这个尾巴就是质量不咋地啊，看看能不能买个质量好的。算上来，你一个，玲玲一个，这个给我儿子，这个对我儿子的女朋友，也不知道有没有。我儿子这两天来了，想的挺多呢。啊，把这个算手机上算不上哈、啊。手机咋算？手机这个不行。啊、算我车钥匙。算车钥匙上。兄弟们，你们买过吗？试试你们能不能买到？这个要求要点技能的啊，把这个分解开来就好了啊，字分解开来就买得到。哦。现在呀、啊，有很多。禁词啊，就是在评论呢、啊、甚至是视频里都不能说出来的、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吧，这个东西啊，咱们只能叫这个东西啊。然后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，包括这种事情。